DSE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14題，這一題呢只有 38% 考生答啱。咁題目就講呢， Peter 有一張 concert 嘅 e-ticket 係用咁樣嘅形式呢去 present 嘅，咁基本上係一個 barcode， 或者準確啲呢 2D barcode 二維碼，或者叫 QR code。 咁而家題目就問下邊123呢邊一句句子係啱嘅。咁一，佢話呢即使個 QR code 或者 2D barcode 呢係損壞咗 damage 咗，它裡面儲的 data information 仍然未被 decoded， 即是可以被解讀的或者 read 到的，留意這個 keyword 是未被，是可以得，即是暗示都可以不得的，但是不是絕對不得。我們看看 QR code 或者二維碼的 structure 的結構，基本上真的有一個 error correction 的部分， data and error correction keys，即係有少少錯咧，佢基本上可以 recover， 可以還原嘅。好，我哋嚟個示範啦。咁例如呢度咧，佢有個 QR code 啦，二維碼啦。咁入邊咧就裝咗維基百科嘅網站 wikipedia.org。咁理論上咧，我就只係需要咧，就係撳一撳呢個 QR code。嗱，咁啊真係跳咗去 wikipedia 嗰個網頁。咁而家咧，假設我想將個 QR code 咧，即係畫翻個少少啊，少少少啦咁樣。嚟，我用紅筆。咁咧，涂鴉嘅少少啦，畫花咗。咦，我放個鏡頭埋咧，佢都仲揾到 wikipedia.org 嘅網頁喎，仲指住佢喎。再撳落去咧，仲去到噶。啊，咁當然咧，話去到幾污糟，即係 damage 出幾多先至完全去唔到咧。我哋試下啦，我要幫你畫多幾畫。咦，照唔得？誒，仲得喎。再試，畫多幾畫啦。唔得啦，係啦，太多係唔得嘅，即係少少 OK 啦，即係當然去到幾多 percent 先至會令到佢失效咧，咁要慢慢去 research 下，咁但係咧太多係唔得嘅，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咧少少 damage 係 OK， 咁我哋翻返嚟呢度啦，咁所以一咧有啲 damage 咧係 OK， 未必 decoded， 留意個字眼，未必咧唔好話絕對得嘅，但係咧係可以得，咁啊二啊。個 QR code 只能夠 encode 只有一種嘅 data type， 例如數字，咁呢個好明顯係錯啦，因為咧就基本上佢好多 data type 都得嘅，譬如文字啦、數字啦、hyperlink 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唔係單一嘅 data type 嘅一個即係裝資料嘅方法。三，咁咧就 QR code 咧 can be scanned in maximum three direction， 即係最多用三個唔同嘅角度咧去 scan QR code， 咁喺嗰度明顯都係錯噶啦，呢個即係咧。肯定多過三個方向，可唔可以話無限方向就未必即係咁絕對，但係咧係可以好多唔同嘅角度去 scan 咧，都可以 scan 到嗰個 QR code 嘅。咁呢度點解佢特登強調係三咧？有可能咧，因為個 QR code 咧即係有三個呢啲咁嘅 marker， 呢三個 marker 咧佢要嚟做定位嘅 position 啊，定位等你咧可以咧即係個手機，譬如手機 app 咧可以認到個 QR code 嗰個嘅位置。咁但係 scan 咧，絕對可以多過三個方向去 scan 佢，所以答案咧就 one only 啦，就係 A for apple。